你们吃点了，我老公娘娘，你唔敢炒豉咸炒头，流鼻血人硬嘅。孟家你炒后果儿哦。没有，我在中国没有学炒豉咸这个东西，而且我在想，如果没有炒熟一点哦，会中鼻性肝炎吗？哎呦，没做到都没人个好，炒咩鬼雕？你只要炒鬼雕，我落去就无事嘛。这个东西在中国没有嘞。你妈跟你讲总结。见他讲localize，你要做出啲半天然，仲要写后门，知道 customer 爱买嘅东西。上一个总结，见他讲localize， you know， localize 系乜嘢嚟嘅 ？localize 嗬，去 localize 啦。